上回的感觉很生动，还有点，啊，而且没有，你很快看到我写什么？基本上是这样。OK，旅游资源哦，因为它内容很多嘛，其实它是有6分，那就是写三段要写。所以森林它是2分，水呢是2分，旅游2分，所以其实因为它内容很多，基本上写其中一段就可以。所以你要写它，旅游动植物可以作为旅游观光，或者是有奇岩怪石，任何一个其实都可以，你写多没有关系，不用去删掉。啊，这种起码你要写一段给我，这样罢了，这样意思哦。OK，好，就这样子就好了。这个作业就到现在到这边，我暂时先不收，可能是过后再收，暂时先不收。我真是啊，我到底要。